大家好，桃园龙德宫今天的住驾宫庙为清水紫云岩。紫云岩主要侍奉的是黑面观世音菩萨。相传在1662年期间，有一个瓦匠到了清水这边做工，在上工前特地的将自己的佛祖香火袋挂在树梢上，在离去时却忘了带走。有一天树上突然闪闪发光，大家都纷纷的前往，原来是一个香火袋，大家也都不约而同的膜拜起来。说也很神奇哦，这个香火袋相当的灵验，大家都是有求必应。之后就有很多的善心人士想要盖一个建筑，让这一个佛祖香火袋有个落所。我们的清水紫云岩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清水的旧称叫牛骂头，是悠久的历史古镇。紫云岩正位于台中市这座古镇当中，这也是全国最大的观音庙之一，在地人又称为观音亭。最初建造于1662年，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紫云岩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在的宏伟壮丽，这可是有一段的沧桑历史呢。一楼圆通宝殿供奉的是主神观世音菩萨，经过几次的翻修，才有现在金碧辉煌的殿堂。紫云岩在不同楼层供奉的不同的神明，在一楼我们有三尊观世音菩萨。大妈常年在庙的正殿祈求赐福无不显灵，二妈及三妈恭信众迎请外出治病，紫云岩一整年都香火鼎盛。一楼圆通宝殿后面是假山、鱼池等等造景，邀请大家一定要到紫云岩的后方走走放松哦。紫云岩除了提供信众祈求还愿之外，近年来庙方致力于文化活动的推广，经常举办书法、画画、棋艺等艺文活动，这也是紫云岩有益于全省其他宫庙的特色之一哦。在乾隆7年，紫云岩已经很破旧了，那时有一位远从福建来台经商的商人蒲文良，生意做成后便想衣锦还乡，但天有不测风云，在他要回福建的途中突然遇上了暴风雨，眼看风雨交加，命就在旦夕了。这时突然想起了清水紫云岩的观世音菩萨很灵验，于是立刻下跪向上天祈求，果然不到一时辰，原本风雨交加的情形就变得风平浪静，使他可以安全地抵达福建。后来蒲氏商人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神机显赫，于是决定来台定居，发起重修紫云岩的活动，并展开许多的慈善活动。这样子的神机一再的发生，让更多的信众愿意捐赠紫云岩的重修之路。